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玩音乐，我是丸子。最近抖音上面有一个舞蹈非常的让人心动，小姐姐们都在跳的初恋舞，网友们可都有刷到过。歌曲欢快的旋律搭配上甜美的比心小动作，向左走向右走，转个圈圈，头顶比个心，感觉瞬间回到了初恋般的感觉。一起来看一下小姐姐们的舞姿吧。手的需要干过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歌曲轻快的旋律加上视频里网友们的初恋舞，非常的搭配。初恋舞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东西，这首歌曲就是那种没有太多修饰的小甜甜的歌曲，讲述了在爱情里面的一些小甜蜜。收到需要干过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这首歌曲在抖音上面是你的很美味创作的原声，这首歌曲女生翻唱的非常的温柔，于是让很多人觉得就像是初恋的声音一样。 Baby，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于是这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受欢迎，动作简单，很多人都可以很快的学会。收到需要干过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收到需要干过恢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看完以上小姐姐们跳的初恋舞，你有没有被撩到？简单又甜美的初恋舞，你学会了吗？欢迎关注爱玩音乐，我是丸子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